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芝，欢迎观赏视频。今天我来到了山水街，来这里吃肉圆，跟着我一起来看看吧。苏家肉圆油桂在山水街开业至今已经有75个年头，老板娘很自豪地指着墙上的看板，民国35年起为顾客介绍，第一代的创业家已经不在了，承传下来的好味道仍然正宗地在客人的嘴边徘徊。台湾肉圆是用三种粉拌成的浆制成，再来米粉、
糯米粉、地瓜粉，每一家都有不能告诉别人的秘密配方。苏家肉圆的再来米粉比例较多，肉圆皮扎实耐嚼，满嘴润滑，馅料是猪夹心，用五香肉桂粉腌制过，搭配香气迷人的酸笋，这样的古早味在台北已经不多见。油桂里颗颗分明的芋头，松软绵滑，好吃极了。四神汤的汤头浓郁，粉肠入口软烂，略嚼变化，难怪苏家肉圆可以得到那么多名人的推荐加持。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我们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